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跟着我们转播团队一同到台南的亚太富球场来欣赏的是108学年度国小英式棒球联赛的现场。那今天呢是国小英式棒球联赛的这个单败淘汰赛的阶段的。那我是今天的主播赵仁远，很开心呢，在今天第一场的比赛呢，就为大家守候在亚太棒球场，为您带来精彩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要由红叶国小来对战的是台东县的丰田国小。那现在场上现在目前在做这个攻守名单的交换。那比赛呢随后呢就要马上来开始。那今天身着红色的球衣的红叶国小呢要来做先攻的球队。那这场比赛呢裁判四位的裁判名单分别是要由主审是陈德龙先生，一垒审是沈清文先生，二垒审林建宏先生，以及三垒审的林南勋先生，要来为这两支球队呢判定是哪支球队要晋级到下一轮的赛事。红叶国小这场比赛是先攻，我来看一下今天的先发打序。第一棒是汪少华，第二棒陈于新，第三棒黄哲恩，第四棒陈于凯，第五棒林博勋，第六棒郑景哲，第七棒胡家阳，第八棒林国健，还有第九棒的庄家祥。那今天先手的丰田国小所安排的先发投手是林威仁，搭配的捕手是林波宇，一垒手是胡品瑜，二垒手石俊成，三垒手是汪峰，游击手是许定杰，三名外野手分别是邱靖宇、陈宏恩还有高世凡。画面上看到的是丰田国小今天所安排的先发投手背号一号的林威仁，在过去的比赛呢曾经有一场比赛的出赛记录啊，投了两局，然后各一次的三振，还有40球。在今天的这场这个淘汰赛的阶段呢，要来担任球队的这个先发投手。那比赛呢就要马上来开始了。红叶国小在这场比赛呢是要来做先攻击的。那今天球队所安排的开路先锋啊，背号八号的汪少华。汪少华攻击第一球打到二垒方向的滚地球，二垒手是稳稳的传向了一垒，抓到这场比赛的第一个出局数。看到虽然早上的时间啊，在台南的天气呢目前是艳阳高照的状况啊，气温是24度，也是算蛮宜人的这个打球的环境。那这些选手们呢在早上一开始8点的这个时候呢就能蛮进入状况的。红叶国小在今天所安排的第二棒陈于新，157公分，54公斤啊，小学6年级的同学。一个偏高的球，但是呢裁判老师呢认为这球是通过了好球带啊。那目前的球数是来到一好球一坏球。外角偏高，坏球。那在今年的比赛呢，我们转播团队呢将会在11月30号开始，1连4天，为您守候在台南的亚太富球场。那这4天呢，就会各转播4场的比赛。前面的3天呢，会转播4场的16强淘汰赛，以及8强赛以及4强赛的部分。在5月3号将会来举行的是今年度的季军赛还有冠军赛。那各支球队呢要想办法呢在淘汰赛的阶段呢抢下胜利啊，继续的往前面的名次来迈进。感到这一球陈于新呢是攻击打到了中外野方向的飞球，遭到了接杀，形成了2出局。可以看到这一球攻击的这个时机也掌握不错啊，不过落点不是太好，攻击到中外野方向，遭到今天丰田国小的中外野手陈宏恩的接杀。
下一棒的打者是要轮到今天红叶国小的先发投手啊，黄哲恩，小六的同学，158公分，46公斤。攻击打到二垒方向的滚地，二垒手接到之后呢，传向一垒没有问题，抓到这个半局第三个出局数，那也结束了，红叶国小在一局上的攻势。稍待会来看丰田国小在一局下的进攻。这场比赛后攻的丰田国小所安排的先发打序，第一棒是林威仁，第二棒汪峰，第三棒许定杰，第四棒陈宏恩，第五棒胡品瑜，第六棒石俊成，第七棒林波宇，第八棒高世凡，还有第九棒的邱靖宇。今天后手的红叶国小安排的先发投手是黄哲恩，搭配的捕手是陈于兴，一垒手陈于凯，二垒手林国健，三垒手是庄家祥，游击手汪少华，三名外野手分别是胡家阳、林伯勋还有郑景泽。红叶国小今天安排的先发投手啊，背号一号的黄哲恩，过去呢也有一场比赛的出赛记录，投了四局被打了五支安打，这个安打的比率是有点偏高的，丢掉了两分的自责分。那在今天这场比赛要来全力的封锁丰田国小的这个打序啊，那看看今天能不能改善上一场比赛的缺失的情况，在这一场呢有好的表现。那在一局的下半，丰田国小的开路先锋是要由今天的先发投手林威仁要来率先的做打击。背号这个一号的林威仁，小六的同学啊，150公分，37公斤。偏外角的坏球。林威仁的这个身材呀，150公分，37公斤，是有点略微单薄啊。那希望在进入国中阶段的时候，这个身材能再更精进一点，才可以展现无论是投球或是打击的这种爆发力。林威仁球速目前来到了一好球两坏球，偏高的坏球。这球还是偏高的坏球选掉，哇！那在今天丰田国小的攻势啊，在一局的下半，守名的打者呢就靠着保送上到垒包。那就来看看丰田国小在今天有没有比较积极的战术啊。那下一棒的打者要轮到背号二号的汪峰先来做一垒的牵制。汪峰小学六年级的同学啊，147公分，39公斤，终于投了一个好球进来啊，在第二个打席呢是先抢到了一个好球。偏高的球攻击，不过呢这球是打到了一垒方向，球出了界外。
你看到垒上的林威仁啊，也提前来起跑了。在一局的下半呢，丰田国小就非常积极的做这个打跑战术。持续的做攻击，这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野手郑景哲呢是已经站定位了，截杀了汪峰这个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形成了一出局。我看到这几球啊，汪峰都比较掌握偏高的球来做攻击啊。那这一球呢，刚好是带到了右外野方向，顺势的推到右外野。那不过落点不佳，遭到了右外野手郑景哲的接杀。打者要继续轮到了是第三棒的许定杰，右投左打，小学六年级的同学。这时候垒上的跑者发动盗垒了，林威仁呢是靠着脚程上到了二垒，一次成功的盗垒成功。林威仁啊，这不愧是有速度的选手，选球也不错啊。三拍子的选手，能投能跑能打。这一球掌握攻击到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了安打。林威仁呢，通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抢分的，这球本垒攻防战是来不及抓到林威仁，回到本垒得分。在一局的下半，丰田国小呢是先持得点，许定杰打出中外野方向的安打。这球的掌握度相当的不错啊，红中的球打这个平飞的方式呢是射向了中外野，落地形成安打。那打训呢要继续轮到中心打线啊，第四棒背号三号的陈宏恩，左投左打，是小学六年级的同学。今天双方两队呢都推派这个小学六年级的选手为主力啊。那尤其丰田国小呢，先发的一到九棒全都是小学六年级的同学。偏高的球选掉。还是差不多的球路啊，不过呢，打者陈宏恩呢是非常有耐心，球速是来到了一好球，三个坏球。在一好三坏下呢，积极做攻击，球打到了左外野方向，球出了界外。陈宏恩在过去前面的两场出赛啊，累积了五个打数，目前是两支的安打，打击率呢是刚好来到了四成。哇，这一球外角球，黄哲呢是投了一个走后门的外角球啊，裁判老师认为这好球进垒，把打者陈宏恩呢是三振出局。哇，这个三振呢来的是相当的时候啊，尤其在失分的安打产生之后呢，这个三振抓到了第二个出局数，能安定这个投手黄哲恩的这个信心呐、啊。不过在两出局之后，丰田国小依旧是有一个得点圈攻击的机会，打者呢是轮到了胡品瑜，攻击打到了右外野方向。哇，不过这一球右外野手呢并没有选择尝试来接杀，二垒上的跑者呢通过三垒之后要回本垒得分了。胡品瑜的这一支右外野方向的德州安打再带有一分的打点。这球是相当的可惜啊，红叶国小的右外野手郑景哲呢，其实是有机会可以挑战来尝试接的，不过呢是选择让球落地啊，想要来阻杀
二垒通过三垒往本垒跑的跑者，不过呢是没有能如意的抓到跑者，反而造成了失分。下一球依旧是挑战郑景哲的管区啊，不过这一球呢，郑景哲呢是稳稳的把这个球抓到，拿下了第三个出局数。在一局下结束，丰田国小呢是拿下了两分，目前是2-0。丰田国小在刚刚一局下半啊，这个攻势是来得相当的快啊，先时得点，目前是有两分的领先。要来看一下在这个半局能不能继续的让红叶国小啊，这个安打不要产生不要丢分的情况。不过上来的第一位打者陈宇凯呢，打到二垒方向的滚地球啊，是漏了一下之后呢，转给补位的这个选手完成了刺杀。来看一下这球慢，刚刚的慢动作，球呢是打到一垒方向，最后一垒手呢是漏了一下，没有在第一时间能接干净啊，抛给补位的投手，抓到了这个半局第一个出局数。下一棒的打者要轮到背号二号的林柏勋。林柏勋呢，左投左打，小学六年级的同学。这球偏高的球，裁判老师认为呢，这球是进到好球带啊。林柏勋的球速呢，目前落后给投手了，两个好球，一个坏球。哇，这一球没有办法掌握到啊，是挥棒落空，遭到了投手林威仁的三振啊。在这个半局，红叶呢很快的就变成两人出局了，挥棒的速度呢是稍微有点偏慢啊，没有掌握到这个击球的 timing。下一棒打者呢，郑景哲，在刚刚上个半局呢，右外野的防守啊，相当的忙碌啊。同样也是偏高角度的球啊，也是让打者挥棒落空。今天林威仁的投球呢，确实是让红叶国小前面的五棒呢，并没有太好的掌握机会。配一个偏高的球，这球郑景哲是打到投手方向的滚地球，投手接到之后呢，传给一垒手完成了刺杀。这个半局红叶的攻势呢，三上三下没有得分。
在今年108学年度的比赛啊，全台湾呢总共是有184支球队进行报名的。那透过全国的分区赛呢，以及全国的分区赛之后，目前呢是只留下了30支球队进入到了这个复赛阶段啊。那复赛呢是采取一个单败淘汰赛的赛制，那每场比赛呢就只有一场的比赛的机会啊，只有透过赢球才可以继续的往下一个阶段来迈进。在这个半局呢，打者要继续轮到第七棒的林波宇。那进入到这个复赛单派淘汰赛之后呢，每场比赛就相当重要啊，因为只要输球的话呢，就要提早来结束今年的旅程了。那在今天的第一天的赛程呢，将会是有要来进行16强的资格赛，30支的球队呢必须要先在这场比赛获胜才可以进入到16强。这球林柏宇呢是挥棒落空，不过刚刚这一球捕手呢好像是直接接到这个球啊，裁判老师是认为这是一个直接的三胜，就不用去传一垒来刺杀打者。没错，这是一个直接接捕的三振啊，是一个有效的三振。丰田国小的打者要继续轮到第八棒的高世凡，国小六年级的同学啊，150公分，38公斤。那刚刚这个三振啊，其实假如说捕手呢是没有在投手投来的时候呢顺利接到，是必须要往一垒来做个补传的，因为没有确实接捕的三振呢，需要来透过传往一垒的方式让打者的三振能成立。高世凡这球攻击打到二垒方向的软弱滚地球，二垒手接到之后呢传向一垒完成了刺杀，形成了两出局。今天红叶国小的二垒手林国健滚动的速度也相当的缓慢啊，让林国健呢是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来处理这个球，抓到了这个半局第二个出局数。下一棒打者要继续轮到第九棒的邱靖宇。邱靖宇在今年的赛会呢还没有安打的出现，要来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今天这场比赛呢这个拔得头筹啊，打出第一支安打。偏高的球打到了本垒后方的界外，那可以看到红叶的先发投手黄哲恩啊，在一局的下半呢是一阵乱流丢掉两分之后，在二局的下半呢是很沉稳的抓到了两个出局数。就来看看那个黄哲恩呢是能不能在这个半局呢先拿下第一次的三上三下，稳定今天的投球节奏。这一球外角球裁判老师拉弓啊，裁定了打者呢是站着不动，遭到了三振，那也结束了二局下半丰田的进攻，目前2-0。
国小棒球英式组的比赛呢，是在台南的亚太副球场要来进行。那这个球场呢，其实是也蛮新的，从2019的6月完工之后，到现在大概也是只有这个第二年服役的时间。啊，这两座球场呢，旁边有一座主球场跟这座副球场是专门让少棒的比赛来进行的。来回到场上来看到红叶国小的第七棒胡家阳是先击成了投走前方的软弱滚地球，那林威仁呢下球之后传向一垒，哦，最后是有捕手啊，捕手来接到这个球，接到之后呢快速的传向一垒，抓到了第一个出局数。下一棒的打者林国健攻击第一球，打到了中左外野方向，最后是由中外野手陈宏恩呢完成了这个飞球的接杀，两出局。哇，今天两队的节奏呢，其实都打得相当的流畅啊，还蛮常攻击第一球的情况。两出局之后，打者要继续轮到的是第九棒的庄家祥，上来先摆一个短棒啊，要来干扰一下投手的投球节奏。先看了两颗球，不过呢，第二颗球是看到了一颗好球进垒。丰田国小呢也有因应到庄家祥可能会做突袭端打，所以三垒手呢在投手球投出来之后呢，就快速的往打者区域来做防守移动。不过刚才第三球之后呢，庄家祥是把棒子收了回来，改成一个正常的挥棒姿势。这球呢砍击到三垒方向的滚地球，三垒手对角长传一垒，来得及抓到了打者出局。丰田国小的三垒手，汪峰了一次精彩的守备，结束了这个半局，双方还是2-0。在今年的国小硬式棒球组的比赛呢，在协会这边啊，学生棒球联盟依旧是没有开放观众入场的。不过呢，可以看到球场外啊，还是有一些家长或是观众朋友带着这个自备的凉椅啊，到场外来观赛啊。那外野区域呢，是这个不是场内的区域啊。那所以这些观众朋友呢，也自备的这些器具呢，是到场而来观看这些小选手们的比赛实况。我也看到这个半局呢，所谓上场的打者林威仁是挨了一记球稳啊，哇，打到了这个左小腿的位置啊，还好是打在这个肉比较多的地方。不过呢，防护员呢依旧是需要上来先观察一下，帮林威仁呢是喷喷冷冻剂，要来看看这个伤势有没有大碍。在经过短暂治疗之后，林威仁呢是表示还可以继续的在垒上来做抛垒啊。在三局的下半，
没有人出局，一垒上有跑者的情况，打者要继续轮到第二棒的汪峰。汪峰这球打到了中外野方向落地，形成了一支安打。一垒上的林威仁呢是完全没有受到刚刚出生球的影响啊，一溜烟的上到了三垒。汪峰的笑容啊，笑得相当开心啊，打出了今天的第一支安打。这球呢刚好是越过二垒手的上空啊，滚到了中外野方向。那在三局的下半呢，丰田国小也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机会啊，无人出局，一三垒有跑者。打者要继续轮到了第三棒的许定杰。垒上的跑者发动了盗垒了，不过呢有几手是跑来投手球附近啊，先把这个球给拦截下来，然后观察三垒上的林威仁有没有想要往本垒盗垒的企图啊。这时候红叶国小的内野守备呢是采取一个百分之百趋前的，许定杰在前轮打击呢是攻击打到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那现在只要丰田国小打出内野比较软弱的滚地球的情况呢，四名的内野手都有可能呢是要选择往本垒来传球的。哇，这球偏外角的坏球。在三局的下半啊，黄哲恩呢又遇到了失分的危机。这球攻击打到了界外区的飞球，三垒手呢是没有守备的机会了。球速不济，还是两个好球，两个坏球。这球投了比较开啊，想要来引诱打者出棒，但是许定杰呢是不为所动啊，没有对这球做攻击。那许定杰的球速呢就来到了两好三坏了。这球攻击打成了三垒边线的软弱滚地球，哇，投手在界内区碰到这个球啊，没有选择让球滚出界外，那也没有守备的机会了。许定杰这一支三垒边线的内野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打得不好啊，但是球的落点却是相当好啊，刚好是在这个三垒边线的位置。那投手呢跟三垒手跟捕手呢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做守备。红叶国小的教练在这个时候呢喊了一个暂停，暂停结束之后呢还是选择让黄哲恩呢是继续留在场上，要来面对打者。打者继续要轮到的是第四棒的陈宏恩。垒上的跑者又发动了盗垒了，同样的也是由游击手呢进来做拦截啊。连续两次的一垒往二垒跑的盗垒呢都是由游击手进来做拦截，观察三垒上的跑者。这球打穿了一垒防线，落到了右外野，一路滚到全垒打墙脚下。那二三垒的跑者呢回到本垒得分是没有问题了。陈宏恩打出了右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带有两分的打点。哇，一下子比分拉开到5-0了。看到这一球，这个打球 timing 相当的不错啊，流畅性也掌握得很好，球一路打到了右外野方向，滚到了全垒打墙角前。这时候呢，红叶的教练呢是决定要做投手的更换了。
换上的是背号七号的陈宇凯，要来接替投球内容。陈宇凯在过去呢，出赛一场，曾经有一局的记录啊，被打了两支安打，不过也投了两次的三振。那在这个时候呢，换上来呢，要来守城，要继续的让这个丰田国小的攻势啊，看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换头来踩住刹车。那原本的黄哲恩呢，是做一个这个野手的更换呐。今天陈宇凯呢是有先发的一垒手，那刚刚这个守备更换呢是一个一三更换呐，一垒手跟投手的更换。那现在要继续来面对丰田国小的第五棒打者陈品瑜。陈品瑜呢，在前轮攻击是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安打，带有一分的打点。攻击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这球越过右外手的头顶落地，又是一支安打。二垒上的跑者呢，通过三垒之后是轻松的回到本垒得分。打者陈品瑜呢是站上了二垒，这是二垒安打，再带有一分的打点。哇，陈品瑜今天的两次攻击呢都打出安打不说啊，还为球队带来两分打点的贡献。这一球呢是直接越过了郑景泽的头顶啊，成为一支右外野方向的二把安打。下半个打者史俊成，这球呢是点到了内野啊，一次成功的牺牲触击，把二垒上的胡品瑜呢是送到了三垒。这球直接点到投手的正面啊，不过呢红叶国小是选择要比较保守的抓出局数啊，稳稳的传向一垒，抓到这个半局第一个出局数。下一棒打者是要轮到第七棒的林柏宇。林柏宇在前轮打击呢是遭到今天先发投手黄哲恩的三振。这球呢是有点爆头的情况啊，不过球漏的不是太远。在这个亚太富球场的这个场地呢，本垒后方的腹地其实不大，那如果投手发生爆头的情况呢，这个垒上的跑者基本上想要往垒包往前推进的机会并不是太高。这边来介绍一下刚刚红叶国小换上来的第二任投手陈宇凯啊，那在接捕的正是他的双胞胎兄弟啊，陈宇欣。这投捕搭档呢刚好是一对双胞胎的组合。在学生棒球来讲还蛮常看到的、啊、这个亲兄弟呢是通常比赛作战。打者林柏宇呢是选到了四坏球保送上垒。不过虽然说亲兄弟啊有在同场比赛作战的情况是蛮常见的在学生棒球，不过呢这个亲兄弟的投捕搭档啊就稍微少了一点，尤其又是双胞胎的兄弟。
打者高士凡前轮打击是打到了二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这球偏高的球传向二垒，最后还是由二垒手呢在二垒包之前把这个球拦截啊。在今天红叶国小连续三次被盗垒的情况呢，都是由二垒手或是游击手进来先做这个盗垒阻杀的拦截。攻击打成了本垒后方的裁判界外。内角偏低的坏球。林士凡的球速，高士凡的球速目前是来到了两好一坏。哇，这球偏低角度的球啊，让高士凡呢挥棒落空。两出局之后，丰田国小的打者要继续的轮到第九棒的邱靖宇啊，要来继续的攻击。在本垒板前就落地的坏球，捕手呢是挡了一下，但是没有漏得太远。那这个哨棒的阶段呢，是打六局的赛事啊，比赛呢依旧是有提前来结束的规则。先回到场上，这球邱靖宇呢是打到了投手正面的滚地球，不过投手冲往一垒的时候发生失误啊。那由于在两出局的关系啊，垒上的跑者呢都会奋力的往前来挺进啊。那这个失误呢，就上原先二三垒上的跑者都回到本垒得分了。哦，这球看起来是一个时间上来蛮充裕的这个滚地球刺杀，不过投手陈宇凯呢传往一垒的同时呢，就传的比较一点偏差，让一垒手是没有办法顺利的接到这个球，又再度发动盗垒了。让原先一垒上的跑者林柏宇呢是到上了二垒。林威仁这球攻击打到了右边方向，球出了界外。偏高的球让林威仁呢是挥棒落空，不过在三局的下半，丰田呢是一共打了十个人次啊，攻下了六分，目前8-0领先。
红叶国小呢，在过去101学年度的时候呢，曾经拿下了这个全国国小应试组的冠军呢。那不过呢，在今年这个16强的资格赛呢，面临的巨大的考验。那目前比赛进行到了四局的上半呢，是有8分的落后。红叶国小在这个半局要把打序轮回到第二轮的第一棒啊，汪少华。哇，这球直接被裁判老师拉掉，好球进嘞！林威仁呢是三振的汪少华出局。在一出局之后呢，打者继续要轮到陈于心。也是攻击低球打到了三垒方向的滚地球，哇！不过丰田国小的三垒手啊，哇！汪峰这一球，哇，没有处理这个球，反而是有好的效果啊。今天可以看到汪峰打球的时候总是面带笑容啊。来看到这球重播，这球呢是有点侧旋的方式啊，虽然汪峰没有接到，最后呢差了大概3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碰到三垒垒包，那没有碰到三垒垒包的情况呢，旋了出去就是界外球。哇，刚刚汪峰这个手背呢是相当的大胆啊，因为捡起来是传一垒绝对没有机会了，只能赌把这个球呢是会滚到界外去。陈宇欣要继续的回到打击区来完成打席。好球进垒，那球数呢来到了2颗好球2个坏球。哇，这球呢是直接打到了陈宇欣的身上啊。那终于在四局的上半，红叶国小呢是有首位的打者上垒了。在一出局之后，打者要继续轮到第三棒的黄哲恩。黄哲恩在前轮攻击是打到了二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这个打席呢，攻击第一球。黄哲恩这球攻击打到了。这个游击上空的飞球啊，遭到了游击手许定杰的接杀。这球呢，刚好是许定杰的站的位置相当的不错啊，直接在原地也没有横移太多的位置啊，完成了这个飞球的接杀出局。下一棒的陈宇凯，这球攻击打到了左外野方向的飞球，左外野手邱靖宇呢也是很顺利的接杀了这个飞球。在四局的上半，红叶是留下残垒，目前双方还是8-0。
画面上看到红叶国小呢，在场上的投手依旧是今天的第二任投手陈宇凯，这对双胞胎兄弟的投捕搭档啊，要进入到第二局的投球了。在四局的下半，丰田国小的进攻，这个半局守名上场的打者汪峰啊，在今天不管是守备端还是打击端呢，都有相当好的表现了，又是击成的游击方向穿越的安打，这球打得相当扎实啊，游击手跳起来呢是没有守备的机会，刚好落在游击手的后方。打者要继续轮到的是第三棒的许定杰，今天也是两个打数两支安打的表现啊，这球传到了二垒，二垒审判定呢是一个成功的盗垒啊。汪峰今天除了两支的安打之外，两次安打的上垒呢都有盗垒成功的记录。这球的 timing 来讲呢是相当的不错啊，不过呢野手在 take 的时候稍晚了一点。丰田国小在全国的预赛呢是拿下了两胜的战绩啊，晋级到了全国的决赛。那前面两场的预赛呢分别是20-0扣倒了苗栗县的汶水国小，以及12-2扣倒了高雄市的古山国小啊，两场的预赛呢都是用扣倒的方式提前结束比赛。那在今天这场比赛呢，也是有相当高的机会啊，可以提前的扣倒红叶国小。我们看这球打到右外野方向，哇哦！不过呢是球出了界外，距离全垒打标杆是相当的近了、啊。击球的这个阿达利亚掌握的不错，咬到了球心，不过呢出棒是有点早的情况，因此球呢是旋了出去。也是偏高的球，积极的做攻击，这球呢是打到了右外野方向的飞球，找到右外野手的接杀，不过二垒上的汪峰靠的这个飞球接杀是上到了三垒。那刚刚有提到呢，比赛呢是有提前结束的规则啊，只要在三局结束的时候超过15分，四局结束的时候超过10分，以及五局结束的时候分差超过7分的话呢，将会提前的来结束比赛。打者陈同恩今天的第四棒打者，在前轮攻击打到右外野方向的二垒安打，带有2分的打点。这球攻击打到了中外野方向落地，这是一支安打。三垒上的汪峰呢是散步回本垒得分。打者陈同恩呢是站上了二垒啊，又是一支二垒的安打，连续两个打席都是打成二垒安打。今天丰田国小依旧是火力全开啊，想要尝试连续3场比赛扣倒对手。那刚刚有提到，在四局结束的时候呢，分差超过10分的话，会提前比赛。那丰田国小呢，在现在这个时候是有提前结束的条件的。打者胡品瑜，今天前面两次攻击都是打到右外野方向，都是安打。
所以红叶要想办法呢，在这个半局要阻止二垒上的跑者回到本垒啊，才有机会把这个战线延续到第五局的情况。这球好球进垒，打者是挥棒落空啊。胡品瑜的球数来到两好球一坏球。这球也相当接近好球带，不过裁判老师判定是个坏球。今天丰田国小的目前打出了七支的安打，都集中在第二、第三、第四棒，二、三、四、五棒。胡品瑜满球数两好三坏。积极的攻击打到一垒方向的滚地球，一垒手接球之后自拆垒包，抓到了打者出局啊！不过在二垒上的陈同恩呢是上到了三垒。两出局三垒有跑者的情况呢，要把这个说再见的机会做给第六棒的石俊成。石俊成在今天前面的两次打击机会呢还没有安打的出现啊，不过在上一次攻击是执行教练团的牺牲触及战术成功。打到游击方向，哇哦，游击手发生了天大的失误啊！那这个失误呢，就要导致这场比赛结束了。红叶国小今天的游击手汪少华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个致命的失误啊，也让丰田国小在这个半局攻下了第十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播，这个重心是没有压低啊，导致没有办法接到这个球。那中场呢，丰田国小是10-0提前在第四局还没打完的时候扣倒了红叶国小，取得晋级到明天16强赛的资格。那这场比赛红叶国小也相当的可惜啊，在打击方面仅只有发生一次出生球保送上垒，没有安打的产生啊，也因此呢在前面四个半局是挂弹的情况啊。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待会场地稍作整理，依旧是有另外一场这个淘汰赛要来进行来。我是这场主播的赵仁远，那稍待会休息一下，我们精彩比赛马上回来。